大家，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了，12月31号。我和朋友今天晚上一起跨年，刚化好妆，等一下我朋友过来找我。我现在还不太饿，我刚刚洗了一个梨，准备把这梨吃了，然后就跟他出去逛逛街，晚上的时候一块跨年。前两天的时候身体一直不舒服，今天好一点了。我这个礼拜就没怎么出去玩，就一直窝在家里面看三大队，还挺好看的，快看完了。吃饭那没意思，听说这传来传去的肯定变味儿啊，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。哎呀，那就两条街，就两条道的事儿，赶紧吃呗，吃完过去看一眼。还是熟悉的配方。满意吗？确实是好看，确实是好看。这遮瑕吗？这遮瑕是我们家的，很冰凉。真的是我的那只，不是，就是眼屎，我还看不出来是眼屎是不是。这边一定闻到一只，你闻一只，这边一定闻一只，太搞笑了。我跟你说，怎么了？那马路上天天都在下雪，每个人天天在等待。我听我在找自己，我听听这个专辑的找自己。我们终于吃上白鸭了，上回吃白鸭的时候，我后面人还被抢了，真离谱。这口米没熟。再说一遍，回家之前吃一个。
10点半看的啥吧？出去吗？不是日本，就是看那个新闻联播。What are we doing right now? 吃一下。排了，排了40分钟的 drunk cake。OK。真有点花。好吃的。难怪那么多人排。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？我们在地铁站过夜，过夜过跨年，是跨年。是今年可以找到好工作，好吧 ？OK， 祝福你。OK，Thank you。回家了，我们去看烟花，在最后一秒钟赶上了地铁，然后又在最后一秒钟出了地铁站，然后看到了烟花，也是比较幸运的2024。希望你2024每天都开心。阿弟，希望我2024每天都开心，希望大家2024每天都开心，新年快乐！刘梦如刚上完厕所回来以后，发现自己被偷了，他被偷了，偷的是卫生巾和 Coco 的一个挂件。你把我那个 Coco 挂件拿来。他刚上完厕所，发现来姨妈了，然后我说我有那个卫生巾，他说不用，他有，然后他就去帮你拿卫生巾，他被偷了，然后还被偷了一个这个，很离谱。贼是咋作案的？就这样啊，是这样。我背着包，还有，所以他把那盒葡萄留给了咱们。这老天，真我无语。可是他偷，你说偷卫生巾那个人是咋想的？新年快乐，我们24年再见吧。